华法林呢是一个抗凝的药物，华法林呢是一个经典的抗凝药，往往呢对一些房颤的患者，我们呢需要预防心房内血栓的形成，对于一些下肢静脉血栓的患者，对一些肺栓塞的患者，我们需要抗凝的治疗，所以说呢我们经常用到华法林这个药。但是华法林呢是个双刃剑，华法林呢在抗凝治疗的同时也会导致出血的发生，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严密监测华法林用药的程度。我们怎么监测呢？我们的血凝有一项指标叫 INR 值，也叫国际标准化值，一般呢我们把这个值控制到2到3之间，既能起到抗凝的作用，又避免不必要的出血。